好，赞，应该就这两个吧。我说到看最后一段那个四个人。好，可以要。看你的表情。你说表情吗？因为蛮好奇那四个人。来了。嗯。好，应该 OK 了。刚刚吓到你了。你每次我都吓一跳，因为你都很突然。好笑，我想要很像小偷的那一段，我们找。因为我也想要那个前面的。看一下，哦，最前面哦。对，我忘记他哪一段。这里像小偷，对啊，超像小偷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就觉得这是有没关系，所以这个是主要是他的。好啊，那我等一下，就是手，我根本是小偷，没有，很好笑，小偷被抓到了，吓到，真的吗？有危险，还没有钱，是小孩前个月的时候买的，可是他个人医保可能很好，因为我在用啊，就是买的时候是要当。妈妈包啊，就后来发现还是生了之后觉得应该给你看正面的，好还有一个正面的，他们有拉链，第一个是大啊，太神秘了，妈妈包都要有粗，然后大是有粗，那时候不知道啊，就是自己没办法拉链，搬东西不行啊，然后就是带出去也不好用，就是放个十几年放在那里，嗯，哎，我都有那个除干燥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就到去年。家里没有买的，对，我看是白色，然后白色我真的讨论啊，就说对，我当时在买家的淘宝，一月的时候在买那个妈妈包，对，就是，很快的，因为还是蛮好用嘛，对，因为觉得说一直都不会买，就是说因为我们上次就哪一天突然奇妙走了。那包包，好像做错了，好，可以，真好笑，对啊，我是小偷耶，嗯，哪一个呢？应该这个吧，嗯。行啊 ，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是是是。啊？你喜欢哪一个？你要看哪一个？啊，都看。看先你们一起点餐哦。好，我看着。这到时候会上哪个平台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就看他们广告会丢哪个平台。随缘。对，随缘随缘。在求佛。爱人真的会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没有遇过这么矮的。你手上到底开什么东西啊？我开载具给他比。对，载具。OK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你该看你的那个照片。我今天看过了，我看拍照的好了。嗯，拍照。要换那个。
这里可以。所以不是说帮你拍照，然后啪啪啪这样。有，我跟他讲，要等我们录。有。然后这一个拍照是用哪一只手机？要把照片传给我吗？哦，在我这兒。好，那你要看要怎么样把照片传给我。我要看我那一半。好，你的那一半在。好，谢谢。对。Hello。开始。赞赞赞赞赞赞赞！哥，我怎么给你？好问题。想想，还是有赖之类，我直接。好啊好啊，我直接你叫我赖好了。好，那赖比较不会吃话题。等我一下哦。Can you print？在这儿，你扫这个。那我直接这个。哦。直接扫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他不开心。对啊，他想怎样？还是我用 ID 来讲？好啊，好啊。零小老鼠，小老鼠，然后零八六，086EGVEC， EGVEC， 好，好，没问题，那就传给我，好，感谢感谢，好，搞定。